像我们那个快板的，好不好？唵萨摩乃萨摩乃尼摩乃萨乃摩诃萨那诃唵萨摩唱得很整齐，八千人比我们六百多唱得整齐。那么燕都上师啊，哀顺受，上师就是我们老和尚的师父了啊。啊，我们老和尚今天是生日啊，那么唱这个啊，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你送个蛋糕，送个寿桃啊，大概他只能就看一看而已啊，其实他吃不下的啊。所以我们念佛啊，来跟他老人家啊祝贺啊他的这个生日啊，光寿无量啊。好，那个也祝福大家啊，光寿无量，祝大家夜梦吉祥，宴奏吉祥。也吉祥，明天晚上大家要唱整齐一点啊！明天要二补啊！好，祝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，明天见。